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首届 CPSL 世界挺球超级联赛。CPSL 挺球超级联赛是世界首个全球性挺球职业联赛，首赛季共有六支球队参加，球员分别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均为世界顶级选手。众多球员曾获得过挺球欧洲杯冠军、世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首赛季安排在2017年8月到9月，为时38天，赛事分为积分赛和冠军赛，共有34场比赛。本次比赛主赛区位于浙江宁波的东钱湖风景区，全场赛事将会在一直播、章鱼直播、企鹅直播、微赞、凤凰直播、一点资讯等平台同步播出。本次比赛的解说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梁颂平先生，裁判陈升华、伊万。现在猫眼电影一网打尽好电影。场上入场的橙色队伍是平安银行队。中国平安是中国少数能为客户同时提供保险、银行及投资等全方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企业之一。截至2016年12月31日，平安互联网用户规模约3.46亿。平安银行在全中国各地设有34家分行，在香港设有代表处。平安银行一直关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Maxpad 是一家专注于户外防水包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户外防水装备品牌，迄今已持续畅销8年，晋升为防水包领域的领军品牌。Maxpad M 代表大山，寓意着不畏艰险、不怕磨难、勇往直前，拥有着可以战胜一切的坚定精神去追求无限挑战的人生。Max 最大和 Pad 压力设备指标的结合体，暗喻品牌产品的最高质量强度。 Maxpad 一心只做防水包。挺球运动已发展近100年，在欧洲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类球类运动，近年来在美洲及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目前欧洲约有1800个俱乐部，平均每一俱乐部约有200位球员，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万的挺球运动爱好者开展活动，近几年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目前挺球项目已正式列入2018年印尼亚运会示范项目，有望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示范项目，预计2024年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项目。挺球是一项结合划艇和传球、射门等动作的水上竞技项目，赛池范围35米乘23米，上下半场比赛各10分钟，每场比赛有2支队伍进行对抗，每队派出5名正选球员在赛池区内竞赛，另外有3名候补球员在赛池外的守候。由于此运动不仅以桨划舟，还以桨船接球及阻挡进球，更允许球员推敌方的身体使其翻船，或以船撞船的方式阻挡进球，因此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球员下场都会穿头盔、救生衣，并遵守严格条例。
首先要介绍的球队是猫眼电影队，红色的猫眼电影队二号的球员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马甲，三号的球员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Andrew， 七号的球员是来自比利时的 Saber， 八号的球员是来自英国的 Kadi， 九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Amma， 十号是队长来自荷兰的 JD， 十一号是来自新加坡的罗金义，十二号是来自德国的 Flambender， 橙色的平安银行队一号球员是来自新加坡的胡宇轩，三号是来自德国的 Zenfors， 四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J. Margaris， J. Margaris 也是平安银行队的队长，七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Asma，八号是来自俄罗斯的 Vladimir， 十号是来自英国的 David， 十一号是来自英国的 Rose， 十二号是来自丹麦的 Andrea。接下来球员就各位准备要冲球，电影队把球权拿了回来，看只要进行一次快攻，射门没有成功，在昨天的比赛中，十二号的 Andrea 在昨天的比赛中射入了四个进球，也是本赛会至今在单场比赛里面射入最多进球的球员。哦，一记远射没有成功，现在猫眼电影队得到了球权，带球的是队长 JD， 传给了马甲，二号的马甲。电影获得一个角球，队长 JD， 队长 JD 今年35岁，他有22年的打球经验，身高193，体重96公斤。哦，进球！
应该裁判给牌的时候，红色的曼联电影队就马上发动了进攻。现在的比分是1-0，由曼联电影队领先。一个角球，这曼联电影队的队长 JD 是来自荷兰，他得过3届的世界冠军，1届的世界运动会的金牌，还有参加过8届的世界锦标赛。JD 现在打的位置是守门员，远射。平安银行的4号球员 Jay Bragers 也是平安银行队的队长，他来自澳大利亚，他今年30岁，是现役的澳大利亚国家队成员。他其实是在纽西兰开始打球，2014年才成为了澳大利亚的国家队成员。他的工作，他是一名电讯公司的主管人员。阿贾没有把球接好，3号的 Seba 马上 Andrea 马上冲过来，好球，进球的是2号球员马贾，来自马来西亚，他是马来西亚现役的 UNE球员，参加过2014年的世锦赛，2015年的亚洲锦标赛。他射门是使用左手，所以对这些手臂来说会比较困难。进球的是10号球员 Andrea， 来自丹麦。现在的比分是2-1，由曼联电影领先。Hello.
迪亚银行队得到了一个全队的绿卡警告，如果再有一个用奖犯规的话，其中一个球员就会直接被黄卡罚下两分钟。你去远射，迪亚银行获得一个角球。好球，进球的是一号吴宇轩，来自新加坡，他的位置是守门员，是新加坡现役的国家队，曾经参加过2014年的世锦赛，他也是本赛会为止最佳守门员。现在的比分是2-2，两队打成平手。都被挡下来。俄罗斯的维拉米的球打得很不错。银行的射门被八号球员卡蒂封挡了，银行得到一个角球。八号的红色望远电影队卡蒂是来自英国，他是现役的英国国家队成员，刚刚从里兹大学毕业，主修是化学，今年也才23岁。哦，进球！银行3，望远电影2。哦 ，DJ 马上把球马上返回一城，进球的是 DJ 队长。望远电影3，平安银行3。望远电影叫了一个暂停。
平安银行。平安银行刚刚有一个绿牌，是全队的绿牌。一般是什么情况下，会给到这样全队的一个绿牌呢？如果那个犯规已经重复犯了好几次的话，那裁判就会给全队一个绿牌。那不只是一个人犯的，而是整支队伍里面有两个到三个人，一再犯这个犯规的话，他就会给全队的绿牌。如果再有下一个球员，不管是任何人，只要他在做同样的犯规的话，他就会被黄卡，驻局两分钟。那就是说场上只有四名球员。哎，对。好严重的犯规。哎，是。现在是3-3。现在也是的，比分是3-3平手，时间还剩下47秒。比利时，他身高193，93公斤，今年37岁，他有23年的打球经验。他曾经参加过8届的世界锦标赛，有从2002年到2016年的比利时国家队。队的10号球员 Andrea 是来自丹麦，身高191，体重81公斤，今年22岁，有10年的打球经验。2011年到现在是现役的丹麦国家队成员。2014年世界锦标赛中，他在 U21 组获得亚军。2015年也是在欧锦赛的 U21 组获得亚军。Andrea 他的职业是一名教师。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宁波玉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投身品球运动发展的企业，公司秉承专业、专注、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及品球赛事器材研发生产、品球赛事开发、品牌赛事运作、品球执教、品球俱乐部运营为基础，携手各体育相关产业平台，催生品球体育全产业链发展。宁波玉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将立足中国，联动世界。2018 CPSL 体球超级联赛全国规划17个分赛区，目前招商已全面开启，现诚意邀请各体育界及相关领域人士、各大品牌商、各大社会团体、各位企业家及体育爱好者一起挖掘新体育模式，共赏未来。优步 Uber 创立于美国硅谷，以提供极简出行为己任。 Uber 是最智慧的出行方式，轻轻一点，车辆即到，随时随地，想用即用。 Uber 以极简出行为己任。嘉士伯啤酒，丹麦皇室风味，传承170年的记忆，只为一杯好啤酒，用心酿造美好未来。
雅克集团自1993年成立至今，作为民族品牌，一直支持国家的体育事业以及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如今在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地的长白山打造了一款能给消费者带来健康的长白山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愿意用品牌的力量去协助政府和媒体，一起来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用早晨第一杯水给大家带来健康的生活。雅克长白甘泉矿泉水为2017 CPSL 世界挺球超级联赛指定用水。雅克长白甘泉矿泉水，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好，下半场比赛就要开始了。橙色的平安银行队冲出的是七号的阿斯法，红，好，开始了。哦，马甲拿到了球。哦，好球！进球的是三号 Andrea 来自澳大利亚，他身高193，体重92公斤，是现役的澳大利亚国家队成员，曾经参加过两届的世界锦标赛。维利米来自俄罗斯，也是俄罗斯现役的国家队成员。现在的比分是4-5，猫眼电影队领先。哦，好球！进球的是八号卡特。猫眼电影慢慢拉开了比分，现在的比分是6-4。
贸易平安银行又一个失误。哦，贸易电影，平安银行把球抢回来。哦，好球！进球的是四号的 J. Burgers。现在的比分是6-5，猫眼电影队领先一分。JD 的射门没有射进。现在是平安银行的进攻。进攻机会，哦，曼联电影叫了一个暂停。接下来要看曼联电影怎么样继续他的领先的优势，时间还剩下大概7分22秒。Andrea 来自澳大利亚，三号的 Andrea 来自澳大利亚。好，暂停时间结束。
力的一个长传，把球传到了门下，很可惜，外援阵营并没有把握好。妙传传到了禁区里面 ，Zaper 没有辜负，他把球射进了平安银行的网中。现在的比分是7-5，猫眼电影队领先，时间还剩下大概4分钟。裁判叫了一个暂停。
点电影回放的速度非常快。平阳银行叫了一个暂停，时间还剩下1分52秒，比分是6-7，猫眼电影队领先。好，暂停结束。球权还是落在了平阳银行队的手上，接下来看一看他们怎么样利用这一轮的进攻拿下一分。来自英国，他身高172，体重80公斤，今年26岁，是现役的英国国家队成员，曾经在2012年获得了世界锦标赛 U21 组亚军，他也是一名设计工程师。差一点就进球了，哦，抛的方式不简单，我又被挡了下来。猫眼电影队没有让平阳银行有任何的机会，但他的一次攻门还是没有办法射入 JD 的网中。哦，进了。平阳银行现在以7-7打成平手，时间还剩下大概30秒。球又落袋了，猫眼电影队，哎 ，OK， 现在是回到猫眼电影队的手上。两队都分别都打1-1防守战术哦。马甲，好球，好球！猫眼电影队的7号球员 Saber 太过犹豫了，他。现在剩下1秒钟。
间到了，包眼泪对平阳银行打成平手。下一场比赛将在3点举行，敬请大家留意收看。下场比赛是由卡拉堡队对上了上汽大众队。